新郎被一辆吊车吊了起来，其中他的一些朋友拿着高压水枪往他身上喷水，巨大的高压水柱把新郎喷得睁不开眼，不断的旋转，非常的危险。之后新郎的朋友又把他捆到了树上，戴着绿帽子用胶带绑着往身上砸鸡蛋。婚礼闹闹新郎是可以的，但要文明要有度，像这种就是低俗的婚闹了，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，真的非常的不雅。